隔壁有一个插花的老师啦，啊吼，伊迄，因为我看伊即摆插花的物件，就是伊是人互伊涂，啊伊干负责插尔。啊，以前的匠师好像是他会自己画图、自己插，嘿，啊，好像现在演变是不是就是变成画图换画图的，啊，插的换插的。对，即马即马有这个状况，即马有这个情形无唔对。不过这个你若假使是人画伊图的，其实这唔免用头壳。然后下面一做这边的话，他就是会去跟他聊天嘛，啊、他就是在做的时间，他也会跟我想说，有些时候他会画，就是要他做的那个人，他会可能会拿图来给他，但他有公分这手绘图跟电脑图，电脑图就是哦，今天电脑图你就看，迄真正都水的，啊，不过伊讲无一定，我都做到电脑，就是爱看你肯。掏出多少钱来让他做出来？对，然后伊有先会讲，其实做到这油，人无一定看有啦。有先等到线条较简单嘞，人家反而容易知道你的主体是什么。有先你哦，你擦到真正足厉害，安尼来比划起，安怎怎擦到规个，你近看是真正足水，按过你远看，真正一幅字啊，看无啥有。这个你好奇。这个艺术吼，不管伊几岁，有时间你来找拍档。我拢有咧教，尽量教好，尽量教好。啊，说落去伊的因师傅是啥人？因师傅的师傅师公是啥人？吼、哦，伊捌去做过倒位的物件。伊做过大天师有做过，啊，三条轮胎是迄落包风轮，啊，伊是伫台南无使啊。算较大，啊！我台南这边也去啦。看有法度去找到伊的伊迄个书写，伊师傅的师祖，伊倒一派。因为这个部分，透过这种你参师傅的这种记录甲调查，这吼，这比你做填调，啊，搁较难得。你就去对一下学伊，啊，从这物件来写出。因为不管你要做论文，还是讲你要做一个乡土记录，甚至甲讲迄落吼，任何的可能啊，这是你一个真好的机会。我是歹势讲，啥物时阵我来？哈哈哈！哈哈！哈哈！我一定爱在地，你讲一讲话。哦，啊，这个感情就是咱，你可以帮他。哎，这几岁人？60-70岁了。60-70岁。赶快帮他做，就算是他还有40-50年之间好活。那个都不管，他以前做过的东西啊，那一些他的第一件作品在哪里？他最得意的作品在哪里？他最擅长的作品在哪里？好，或者是让他最 key mobile 的经典到位，这些你都可以把它写下来，因为这个才是人性最美的东西。好，感谢。哈哈哈哈哈！今仔破纪录诶！